邀请这位民政处咱的处长张正国处长，特别代表到咱的馆长，免来上舞台顶啊，向到咱所有台湾全省各幼宫的好朋友请安问好。啊，当然嘛要上舞台顶来，甲咱庆兴宫张理无负千岁祝寿。伊就上届热情的掌声鼓励，掌声欢迎民政处咱的处长张正国处长，欢迎处长。好，处长好，好，欢迎到咱的刘进国处长，你好。今仔非常好，感谢咱美丽主持人。哎，你好。也是咱庆兴宫吼，啊，张副千岁、张理某的千岁，圣诞的平安的。啊，在座吼，啊，有看到咱的最最中中官，啊，尤其是吼，咱前吼会长林文水，啊，即嘛嘛是咱的立法委员啦。啊，搁有咱吼黄美瑶议员吼，啊，后壁面听，啊，搁有咱吼王玉琪，王玉琪议员啊，到伊，啊，有其是吼，啊，咱的主席，主席维新嘛拢坐后壁面咯，啊，搁有咱的里长吼，咱的里长黄世气里长，啊，搁有咱农会总干事万通啊吼，啊，搁有咱吼肉品市场吼总经理安。啊，搁有咱吼高中农会吼，啊，五总干事嘛来到位，啊，因为吼，啊，今仔是咱张理某吼，张理某吼，圣诞即个平安的，啊，嘛是会使讲等于吼，咱五寮港吼，啊，合乡啊，回来办了咱的主委吼，啊，张正奇吼，啊，拄啊吵我一字啦，我张正国一个张正奇啦，两个真有缘吼。啊！伊办了这个平安宴，圣诞平安宴。啊，因为咱馆长吼，啊，听讲吼，咱阿曲啊，啊，真正真有心，将咱吼庆兴宫办啊有声有色啦。啊，因为咱馆长可能吼较晚会到，啊，因为吼叫我民政处这边吼先代理着咱馆长啊来走这个行程。啊，相信过去吼，啊，在座侪侪吼。啊，侪侪拢会知影。哦，啊，咱吼，乐平市长的董事长啦，钟任明嘛有来到位啦，真正。啊，来，甲拍一下鼓，欢迎一下，然后欢迎到咱马兵市场的董事长，感谢你的光临。咱馆长可能较晚一下，伊会赶到位，因为吼，今仔吼张理某千岁圣诞的平安宴吼，咱妇联馆真侪，所以一时间赶了吼，啊，无法度一时间赶到位。啊，相信在座吼，啊，拢会当以咱馆长为荣的，就是讲吼，为荣就是讲，咱的吼，啊，自从咱馆长就任了后，咱百姓上界担忧的，就是咱的水质，一口两千七。啊，咱馆长就任了后，马上叫水利处长将这条吼，啊，水质的规费，啊，甲勘查费吼，啊。这条两千字马上带来个费事，啊，所以吼，你甲想咱馆长对咱的农民有关心无？非常的关心，啊，尤其是吼，啊，即过来咱的百姓就免担忧咱的水质，啊，未来会当予县政府一够扣两千字，因为咱云林县所有甲勘查起来拄啊12万几支的吼水质，啊，扣起来吼，县政府的收入拄啊3亿外。哦，莫怪吼、哦、过去的馆长啊，一直咧孝顺咱百姓吼，的钱就是安尼。啊，今仔咱馆长伊里面阁发觉讲，啊，咱的囡仔会营养午餐咯、哦，全国性十几年已经吼，拢一顿食30块，只有干那咱云林县一顿食22块。你甲想，馆长看到会心痛无？咱的孙啊，甲咱的囡仔。一顿予咱食22块，你甲想，咱未来的囡仔是未来的主人翁。但是吼，前下馆长看咱云林县吼的主题拢足无起的，一顿只有予咱食22块，真正足夭寿骨的。咱馆长马上随加8块，予全国大家平均住拢同款。你甲想，全国有21县市。啊，21县市有20县市，拢是一顿营养午餐食30块，只有干阿咱云林县，予咱食22块，真正吼、哦、对咱云林县吼，真爱县长啦吼、哦，啊，看咱云林县的足垃圾啦，予咱的囡仔只有一顿食22块。后来，咱的县长佫发觉讲中个吼，咱的囡仔伫咧读这高中小，天气遮尼炎热的时阵。
既然吼阿无迄个心寒而来读册，伊马上叫教处长，无论安怎，爱将所有妇联关囡仔的教室，拢来甲装冷气，拢装冷气，让囡仔当吼有一个好的空间，啊，让伊认真来读册，啊，才会当吼啊未来妇联关的囡仔，过外关系的话，才会当含难批评。咱真正吼替咱马光厝人吼仪容啦吼，啊有选这款馆长，真正是咱的福气。拢有处处有咧想咱吼，富人官人，莫讲跩啦吼，甚至只水路，龙水路、白水路，甚至地方的大型的建设，伊拢一直伫咧落实。啊，今仔日吼馆长要介绍的吼，虽然短短两年。有够多拢讲袂完，吼、哦！你相信吼、哦？看到馆长也用心伫咧走走，因为吼、哦，我讲即嘛是吼、哦，啊，科学吼、哦，科学的时代啦，那是早期吼、哦，咱关公的马吼、哦，已经唔知有骑几台去啊，伊好加在是坐咱吼，即嘛科学的汽车，吼、哦，伊非常认真，伊透早五点外、六点外就出门，到暗时十二点才有法当休困。啊，即卖馆长实在吼，啊为了咱富人馆吼，即百姓非常的着重，尤其是咱政府啊吼，啊今仔特别吼交代吼，啊小弟一定爱吼将咱张礼部吼啊千岁张副千岁啊小可来介绍者，因为我时间无爱共占用收久，今年吼先讲咱张副千岁，咱主神是张副千岁，明年再来讲礼副礼别吼。啊，泥米吼，泥木千岁吼，啊，迄、那个米是咱泌尿科的米吼，啊，过来遮吼，我后年再来讲这个木吼，木英啊，木英千岁，因三个是兄弟，咱张顺吼，张顺千岁，三个结拜为兄弟，是伫咧唐朝时期啦吼，啊，伫咧唐朝的时阵来出生，啊，就是出生伫咧西元后吼，西元后709年，咱的张顺千岁。啊，因为伊出事了吼，对这礼义数输送吼，啊，拢非常的厉害。啊，伊啊精通伊的吼，虽然伊是一个文人，但是吼，伊对这兵法有研究。伊吼少年时阵就参加着咱的进士吼，啊考试就考掉进士。后来吼，唐玄宗就派做馆长，馆长就像即卖咱的馆长类型同款。担任馆长，每一次吼，咱张顺领兵出战的时阵哦，每一次拢是胜利的。后来吼，啊，唐玄宗吼，因为吼，这个安史之乱、安禄山吼，要叛乱唐朝的时阵吼，啊，要叛乱唐朝的时阵，咱吼啊，唐玄宗就派了咱吼张顺、张副千岁去镇守伫这个睢阳城吼，镇守伫睢阳城，只有领2000兵。只有领2000兵去镇守底下，但是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安禄山派了伊身边一个勇将，叫做俞主席，领了10万大军，领了10万大军去攻守这个睢阳城吼，睢阳城啊，攻守底下啊，因为吼、哦、啊，咱皇上有派一个叫做徐延，一定爱供应吼粮草给咱张顺、张副千岁，但是拢无供应去。后来吼，咱啊张顺、张副千岁2000兵拢是伫吼睢阳城顶伫内底，啊无法度讲出来。后来吼粮食嘛断绝，啊因为吼咱张顺、张副千岁只好吼从内底粮食啦，啊是吼啊内面的迄、那个内面的迄麻雀。啊，掠来，即个士兵行去响应，但是吼、哦，因为内面拢掠了，咱的张顺、张副千岁，吼、哦，伊想尽办法，吼、哦，就将伊的爱妻来甲害死，啊，伊嘛唔敢让伊的士兵知影，害死了挂伊爱妻的肉，互跩士兵来欺压，但是吼、哦，啊，总是吼粮草短缺，总是吼袂当吼，啊，当。哦，互跩士兵，大家当拢食会饱。后来吼、哦，因为安尼镇守无成，所以叫俞主席吼领了10万大兵攻破这个啊睢阳城。攻破了后，2000兵拢是叫吼安禄山吼、哦、要叛乱的
吼，跩吼编码来开始开始，真正是吼，啊最后剩咱张顺张武千岁，即、這个伊主持，就来鼓劝咱张顺张武千岁，讲希望看伊会当投靠安乐三位，但是咱张顺张武千岁总是唔肯，吼、哦，伊搁伫遐吼，啊随骂即个伊主持，骂伊讲吼，啊伊恨不得吼，啊挂伊个骂，退伊个棍，啊。伊就是去一生气之下，只有吼也都将咱张顺吼张武千岁来甲害死，害死了，咱的张武千岁的灵魂吼到了吼咱这个高赞天啊，玉皇大帝看到咱吼张顺张武千岁啊，这种用心啊，这真为国家啊，伫咧付出啊，连伊个性命来付出，所以吼、哦，后来咱个玉皇大帝派伊落来还干吼啊，落来还干啊，大天神兽啊，镇守着吼啊，咱民间啊，咱吼啊，咱跩吼民间啊，来保佑万民，希望咱遮吼。八是吼，啊会当大家拢平安，有事求咱张武千岁，啊会当拢予大家心想事成，大家拢平安顺遂。啊，最后一只再出来代表着馆长吼，向大家吼，啊祝大家会当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感谢吼，各位谢谢。